你换鞋干啥呀？我去跑步啊。哎呦，你这跑步这一两天的啊，你能坚持下去吗？能啊，你瞧不起谁啊？你呀、啊。我走了，不跟你说了。我跟你去吧。不用，你跟着去干嘛？你待在家里陪浩浩一起玩嘛。哎呀，我陪你跑步嘛。不用嘛，你就在家嘛。你看现在天还亮着嘛，没事，我一个人去。啊，走了。哎，我就吃得惯了，你不是嫌我胖吗？啊？现在怎么又不让我减肥了啊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就想一个人去，不行啊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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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确定？真的走了走了走了，再见啊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几天我老婆格外积极的去跑步，关键是还不让我跟着。那她到底有没有真的去跑步呢？所以今天我决定跟去看看，监督一下。不说了，走吧，不然等下一会儿找不到她了。哎呀，去哪了？诶，在这啊！长这么大第一次跟踪人啊，有点小紧张。哎呦，他说下来跑步还真的在健身哦。哎呦，又换一个项目了。哎呦，这是要起飞呢，啊！就不弄了，这健身也太敷衍了吧。刚刚过去那几个阿婆在那笑话我们，以为我偷偷摸摸的在干嘛呢。哎呀，我容易嘛。哎，人呢？哪里去了？哦哟，开始跑步了啊，吓死我了，还真有模有样的哦。哎呀，怎么就不跑了？才跑几圈呢，开始玩手机了啊！哎呦，还自拍呀、啊！啊，好臭美啊！真的是跑步半小时，自拍15分钟呢。哎呦，又开始跑了，又开始跑了。哎呀哎呀，跑远了，跑远了啊、哦！不说了，我要跟去了。哎呀，又坐在那边了啊！哎呀，好像被发现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是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散步啊，怎么了？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？那肯定了，同个小区散步遇到很正常的事情啊。我怀疑你在跟踪我啊。我哪里跟踪你啊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啊，你手后面是什么？没什么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没什么，我都看到了啊。棒冰吃吃，你是来健身的还是来吃东西的？啊，来来来，你也来一点。我才不要，我有不同点，有不同点。我要减肥的。嗯、啊、走啊，一直散步去啊。我要休息一会儿。你不是刚休息了，怎么又休息啊？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不是过来就看你坐在这里啊。啊，你是不是也在跟着我？你是不是在等人？我还要问你 啊，等谁啊？秘密。还秘密是不是我啊？还不是你呢，谁要等你啊？哎呀，你现在还都明目张胆了，我在你面前你还说不是等我的、啊，你要跟哪个约会？啊？我在等兰博基尼过来的。难不知你还看不上你呢？哎呦妈！啊、你的啦，让我吃好，我再走。走走走走走。